个毛，两个毛，三个毛。大家好，我是三毛，订阅三毛，让你天地节玩得更好。今天八月二号，明天八月三号的周版本懒人包来啦。明天的维修时间的话是早上六点到八点，维护奖励的话是没有诚意的魂光跟铜钱。好，本周第一个戏是我们的冰离现实外观联动的深罗莱克啦。那本来是在陆服是联动限定的，那然后来到台服就是变成说啊，一般可以买到的皮肤。那其实上个礼拜好像才，前几周才有观众问我说这个皮肤什么时候会出啊？没错，赶快去买啊，限时才13天，就是两个礼拜嘛，赶快要买的把它带回家吧。再来的话，第二个戏是我们的精选值，还是不出魔宝。是没错，跟慕容雪晶跟夏侯宇，我这个还真的是老英雄尺，这三只也太老了吧。而且最近不是出了那个古伦德的三星吗？我看没错姐应该也快了，对不对？怎样都拉不回了坦克齁，没错姐古伦德这两只其实算是老英雄，那铁位越早出就是越吃亏啊，应该是这样讲吧。那这一次的话，我是认为如果有缺的话，不一定要抽，真的，这三只可以不抽，真的可以不抽。这三只是目前来讲都有更好的取代角，像是慕容玄机可以用云英公主取代，或者甚至紫风，甚至说免费的那个白素贞也可以。那夏侯仪的话，你现在可以练云香，也可以练那个韩千秀。基本上这两只也可以让你的 PB 更好过一点。那没错姐，我想不到什么场合可以用它了，呵呵，真的老了老了，真的。好，那再来的话是限时活动，就是艺文啊，艺文的次数会做增加，这个代表着我们的碎片加倍没了。对，没有错，上个礼拜碎片加倍，这个礼拜没了，好好珍惜一下。再来就是盘子礼包分析啦。盘子礼包的话，第一个是秘传碗水礼，这个的话是1000块，扣掉100块900块900块再扣100块800块，一颗碗水破卖100块，想买的可以买，不缺的不要买。再来是幻月祈念礼，幻月祈念礼跟晚魂祈念礼一样的东西啊，如果想要加强魂石可以买，不想加强魂石不想当盘子就不要买。再来的话是幻蓝铸魂礼，这个跟下面的澎湃铸魂脸是一样的东西啊，这三个特别的魂石入手管道比较少一点点啊，如果你想要加强你的魂石可以买，那如果不想加强你就认真的去破关动物园慢慢刷就好了，这样子可以省下很多钱。没错，再来的话就是周年庆的特惠礼包啦。没错，他把前两周的那个什么限时饰品特惠限时饰品出来之后呢，当然还要继续出嘛，腰部饰品其实我还蛮推荐大家的，如果你的天津符文就是我们俗称的真伤腰、极意腰，极意腰、真伤腰一样嘛，还有一个七七腰，这个天津符文啊，我建议你们有多少算多少，越多越好，真的天津符文啊、不嫌多不嫌多，如果缺的话就把它开下去，没有错。但是幻月魂露里，这个有点盘啊，1490块给你幻月闪跟晚魂露，这个好啦，这要缺的人还是会买，好，本周的更新就这样子的啦。那预告一下，下周其实比较这几周也比较忙一点，主要是因为8月8号有铃兰之剑要正式上市啦。那因为呢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，铃兰之剑，我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玩玩啦。越多人来玩，就代表着你们知道的，不知道的欢迎留言，我们再跟你们细细的讨论啦。好啦，那本周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喜欢三毛影片记得帮我数值三连按赞订阅分享，我是三毛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想要看更多或者讨论更多天地劫游戏资讯，欢迎大家加入三毛亲自管理的千人赖社群， FB 粉丝团也会每天更新游戏文章影片资讯，最后别忘记 YT 频道数值三连按赞订阅分享，我是三毛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